酒店前台，莫先生帮您预定了八点的叫醒服务。莫先生，怎么了？这么早就找我？你这么早就工作啊？既然工作这么辛苦，不如咱们把婚礼提前。你早点辞职回家做范太太。我也不用这么辛苦，再住酒店了。范律师负责赚钱养家，身兼重担。我自食其力替你分担，难道不好吗？一说辞职你就转移话题。坐享其成难道不是你们女人的梦想吗？完全错误，那都是你们男人的臆想。喂，徐秋友，工作的事公司说，一会儿见。有时间把这个弄弄。咱们楼上的金主爸爸尚格来了一个新的副总，深耕投资领域近十年，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市场掌控力。听说他会来负责我们乐命的 C 轮融资，也不知道长得帅不帅啊。你们知道他什么风格吗？铁腕温和，霸总才是暖男呀。我觉得可以。你管他什么风格呢，先操心操心我们的业绩吧。快忙活吧。秦友姐，大家都说你要辞职回家当阔太太了，真的吗？阔太太我要当，职业女性我也要当，我贪心。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。秋姐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乐蜜电商化妆品造假，微博账号发布了数十条乐蜜电商的网红化妆品检验报告，鉴定为假货。你们谁也别回复，公司负面，在官方发布声明之前，任何人不要向媒体透露半个字。快，赶紧赶紧，快走走走走！你赶紧派人去把这个事儿弄清楚啊！一定要抓紧，快！翟总，临近年终大促，假货舆论肯定会引发负面情绪，影响销售。在这个时候出这种事儿，那八成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在搞鬼。美妆一直是我们一部在处理，我马上联系爆料人，解决舆论危机。尚哥刚换了分管我们的副总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千万不能再出乱子。我明白。许清瑶，你快看，范云熙就是个渣男，我告诉你。Thank you.
睡的夜晚，总喜欢浪费给时间毫无目的的梦。哎，你看，看到那个女的厉害，简直就是这个。我去看看啊。这位白领小姐姐，你呀，破了我们酒吧从营业以来的最高纪录，战神下凡。是吗？嗯。那我看起来像雅典娜吗？你不像，你就是啊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酒吧有一规矩，破纪录的人有权利啊，向前一位纪录保持者呢，提一个要求。你呀，破了我们莫尔的纪录。哎，就这大帅哥。战神啊，记录被破了，你也不行了呀。Sorry。 哎，你可琢磨琢磨什么要求，什么都可以啊。小姐，我们要打烊了，麻烦您先结一下账呗。嗯，结啊结，马上就结。小姐，我打给您这个亲爱的，让他过来接你，你看行不行？嗯，打什么打？哎，这是你自己人拿哈，跟我没关系。没关系，坏了没关系。莫哥，这没事，我来。谢谢莫哥。你第二名。这位小姐，麻烦你自重一点。啊，你别忘了。我有权利要求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了吧，对不对？啊！你别看着我，我帮不了你啊。店里规矩，愿赌服输。嗯，愿赌服输。今晚你听我的。哎，你住哪儿？我送你回去。嗯，你为什么要问我家住哪儿？你要是再不告诉我，我就只能把你交给警察了。好，我告诉你个秘密。嗯，啊，我许清瑶，今天知道。我爱了十年的男友，完美的男朋友，他出轨了。
曾经觉得所有拥有的东西都不会失去，但是我现在才发现，其实人都不会那么幸运，对吧？许小姐，我不关心你的感情状态，此时此刻我只关心你的个人安全。我们投硬币决定，正面朝上送你回家，反面朝上交给警察。反面交给警察。正面。数字是正面，图案是反面，这是常识。我听不懂正面反面。我不想回家。欢迎，欢迎上格资本的莫总、王经理、方经理，给几位添麻烦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两天忙着处理公司的假货负面新闻，哎呀，脑袋都大了。听说这次乐密全员上下都在紧急处理，我们作为乐密的投资方，当然会倾力相助。之前翟总说三天给出反馈，不知进展如何，我们责无旁贷的要来慰问一下。莫总，这样，我先带大伙参观一下公司。一会儿我们坐下详谈，请。这里是我们公司核心运营部门，一部和二部。这块是会客区，这个是徐总监的工位。徐总监？对，就是这次假货危机的负责人。愿赌服输，今晚你听我的。来，莫总这边。好。翟总，上格之所以投资乐密，看中的就是乐密在电商行业的发展潜力。作为投资人，我关注的是风险。如今乐密的负面新闻已经严重影响到它的市场估值，所以我认为乐密的投资价值应该被重新评估。你怎么还不来？我们新来的副总在等你做汇报呢。莫总，请您相信，乐密一定会化险为夷。我们这次拟定了三种求证方案，徐总监建议从爆料人入手，这是一个最直截了当和高效的办法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我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徐总监，这次假货危机的负责人。你好，徐总监。你好，小胖，放一下视频。嗯。请各位看视频，经技术部检验，一刀未剪，没有任何作假。辛苦各位了，青瑶，帮我送一下莫总。好。
莫总，这边请。徐总监，看你有些面熟，但又不知道在哪儿见过。是吗？那莫总认错人了。也许你见过我吗？没有。徐总监，房费还没给我。你好，可以帮我把这个给那个人吗？哎，你不上次那小白领吗？你也来找我们莫啊？没有，我只是来还东西。谢谢啊。嗯。瞧见没？这个月第四个。这小子还真行啊。我得记上一笔啊。你这也记啊？必须得帮好兄弟记这些事儿啊。哎，他转交什么东西？我怎么知道？悠悠，我在新房等你，我们冷静谈谈吧。十年的感情难道就这么放弃吗？你不来我是不会走的。你要找我聊什么？你跟我说过吧，你想30岁前结婚，你想要搬出来住。我也无数次畅想，我们住在一起以后的生活。我们马上就要实现以前的愿望了。原谅我好吗？悠悠，这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，相信我，很快就会过去。范云熙，这不是生活中的小插曲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跨过去。或许你能，但我不能。人这一辈子，谁能保证自己绝对不犯错误？我只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。你看这房子里的一切，都是你喜欢的。这一天我们期待了这么久，你就真的舍得放弃吗？是啊，人生很长，一旦接受了虚假的美好，可能一辈子都要活在虚假里了。就像谎言，轻轻一碰就碎了。我是不会分手的。
利达是我们经过初筛过后比较看好的企业，线下包含电玩城、游乐场、电影院、情景游戏，产品线齐全，前景可观。游乐场规模太小，设施缺乏新意，目标受众不明确。电影院的盈利乍一看还可以，但就这个地段而言，远低于附近的万达和星美，上座率低，目标销售额更低，这就是你们尽调的结果。上座率低是因为他们装修一直没有更新，宣传也没有跟上。我觉得这些劣势都是潜力，在我们投资之后都可以一一改善。我不关心在我之前你们的标准是什么，但我要告诉你，我们是投资公司，不是慈善公司。挖掘和培育有潜力的项目也是我们投资公司的业务之一。如果80%的项目都要这么大费周章，那我们一年的盈利从何而来？可是3天之内，我要一份全新的尽调报告。好的。白领小姐姐出手阔，咱默默只值这点钱，看来服务不到位啊，体验感不行，怪不得人家说不想和你这种人扯上关系。你刚才说利达项目里有情景游戏？是，这个情景游戏是目前各类社交网站上最火的一个密室，是利达的王牌项目。什么风格？来这儿。莫总，发错了吧？你来就2期。钱已经给了。徐总监，这是上格的人给你的。哦，谢谢啊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想不想翻篇？选这儿，我以为徐总监想在没人的地方说清楚这件事。我是喜欢没人的地方，你没说是这儿吧？怎么，不敢玩？我还以为徐总监是玩卡呢。说吧，到底想怎么样？通关，那晚的事就翻篇。你以为我很闲还是你很闲？当然闲了，这么久没有遇见这么有趣的人了，是可以闲一下。好啊，没问题。通关就翻篇是吧？我绝不食言。走。你走。好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不后悔。需要帮忙吗？不用。
别跟我动手动脚的。喜欢动手动脚的好像不是我吧？那天的事情是个错误，过了这一关，咱们就翻篇。前提是通关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好。亲爱的玩家，游戏时间到，出口将为您开启。您的挑战失败，欢迎下次再来。莫总，其实更享受看我出丑吧？想不到薛总监对我这么大的偏见。偏见？不觉得。这么想翻篇？对，因为那就不应该存在。可是他已经真实发生了。那就抹去，我们之间不应该有这么多联系。可是挑战失败了，薛总监估计要失望了。许大公主起床了，起床了！不起不起不起！你不就是失个恋吗？搞这么腿，赶紧起来，都长毛了。你也太瞧不起我了，我真的是平时太累太忙了。陪我睡一会儿，我要睡个美容觉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赶紧起来了，今天我要把你打扮得美美的，去参加一个 party。得了吧。每次去 party 都是你满场找帅哥，然后我就满场找你。我不去，太无聊了。无聊什么呀？一定要参与到帅哥当中来，这样你才能快速的摆脱范云熙的魔咒。我就不用了，我得睡会儿。哎呦呦，你看看我，我这么娇俏动人的弱女子，我要喝多了谁送我回家呀？就你还娇俏动人啊？你要是在古代，你就是。古代花木兰，代父从军。去不去？不去，不去。都到门口了，你能不能别磨叽了？你确定要让我穿成这样参加什么蒙面舞会？你是在质疑我的审美吗？再说都蒙着面子，你怕什么？我不就怕你在家自己难过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晚上有特别活动，就这一次啊，走吧。来，二位的。琪姐 VIP， 不用排队。告诉你啊，今天到场的都是社会精英、投资大佬、金融小鳄，把你打扮得这么漂亮，你必须得给我领一个回来，不然呢，你就没办法走上人生巅峰。我早就不做白日梦了，我看还是升职加薪更实在一点。都靠自己30年了，做做梦都不许。你梦了多少年了？我。2点钟方向，气质儒雅，沉稳低调，是一只可以投资的潜力股啊！戴着这么大的面具，你都能看清啊？必须的，快去！去！这什么？抽奖。都有。Hello， 我是这里的老板萨姐，欢迎大家来到 Stan 酒吧。今晚啊，一定要玩得开心，好好享受我们这个蒙面派对。这次也就这样吧，还没你漂亮。别图，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惊喜，你们手上都有这个号码牌。一会儿呢会抽取2个幸运儿，就成为我们今晚的专属 CP。 为什么说到这个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说呢怎么还发个澡堂牌子，原来是干这个。不是抽奖吗？啊，抽奖，抽 CP 吗？无聊。不一定是你。
抽到的是99号和17号。哎，我们的99号在哪儿呢？在这儿。他是九十，疯了！这么好的机会也不让给你了，不用谢啊，放心，够了。17号在哪里啊？17号在这边。来，我们把面具拿下。来，来，伸出你们的手，来。既然我们的吉他手被抽到了。是不是该为我们表演一曲啊？干嘛？弹琴啊。我什么都不会，怎么办？别乱动，跟着我。握紧，Are you ready？莫总，房费已经转给你了，请你查收一下。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我跟你不是一类人，我是有未婚夫的。你的未婚夫不过你们10年的感情，出轨的事你都忘了？我的事情你怎么知道？那晚你喝多了搂着我亲自讲的。那天那个事情就当做一个笑话吧。我希望以后我们能够划清界限，不要有任何牵扯。徐总监两次三番的讽刺我、挖苦我，看来我有必要和你澄清一下了。澄清？带我去哪儿？我都走累了。我问问你啊，是我不够有魅力吗？我不漂亮吗？我不漂亮吗？啊！你倒是回答呀！你为什么不回答我？你为什么答案都是一样的？我跟你说吧，其实我本来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但是我的头上。突然有了一顶特别大的绿帽子，你看着我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我就知道，我漂亮，真的真漂亮。你谁呀？我明白了，你就是那种斯文败类，看见我一个女孩喝多了，然后就把我带到酒店来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就要代表正义消灭你。你干嘛？你疯了？喂！吴同学，
气了啊！你干嘛去？我没有肌肉。我跟你说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我就只是哎呀，你到底要干？原来是这样，徐总监不仅酒量差，酒品也差，我看以后还是别喝酒了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给你添麻烦了。等等，你今天为什么来找我啊？我刚刚不是说了，给你转房费，还要讲清楚吗？讲清楚什么？讲清楚我们之间的事儿。我们有什么事？是，你刚刚跟我说了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没发生什么事儿。那怎么徐总监听起来好像很失望似的？我有什么好失望的？看你心跳得很快。我刚刚跑步来的。不，因为你说谎。以各行各业的优秀男性来做代言，接地气，有看点，这个创意不错，您喜欢就好，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方向来推进。那您看啊，莫总，翟总，恭喜了。恭喜恭喜。青幽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咱们和上格的 C 轮融资已经顺利完成了。恭喜。嗨，要说起来啊，你可是咱们乐蜜的创始员工，咱们呀这叫同喜，这次啊你功不可没。说吧，想要什么奖励随便提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项目的经费您快点批了呗。莫总，你看看这个徐总监现在就开始跟我讨价还价了。徐总监的行事风格不是一向如此吗？我是什么样的行事风格，莫总可能没有那么熟悉吧。对，要不怎么说大伙得多多接触呢，一回生二回熟。对了，秋友，你那个遇见理想型，要我说啊，就不用费心的到处找人了，就在眼前，就按莫总的标准来就可以了。莫总超规格了，我们高攀不起。想不到我在徐总监心中的评价这么高呢。那是当然。我还有事，我先去忙了。莫总。莫总。这边没什么问题，我去那边看看啊。这个真好看。拉链拉上更精神。你上马下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不要这件，换这件衬衣。好。星姐，坏了，职场精英那个嘉宾突然放鸽子了。备选呢？没人接。行，你们也别太着急了。先让其他嘉宾拍，想一想周围有没有谁适合可以救场的。可是当时咱们找了一个多星期才找到人选，现在临时……我再大家看啊。起什么起？有话就说。其实有一个绝佳人选。谁啊？你们难道没有觉得莫总很合适吗？绝对不可能。可是现在临时找人的难度真的太大了，而且万一莫总答应了呢？青幽姐，要不你给打个电话问问？不可能。喂，莫总，您好，我是许青幽。您在忙吗？
是这样的，我们现在呢正在录制《遇见理想型》的宣传片，请问你有兴趣加入我们吗？徐总监之前不是还说高攀不行吗？这才几天啊，就给我降级了。怎么可能是降级呢？是您纡尊降贵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请您帮这个忙了。再说，上格是乐蜜的投资方，我想这是对上格也对乐蜜好，您一定会帮忙，对吧？徐总监，我们做投资的最讲究审慎调查。虽说徐总监是有求于我，但也得尽调清楚才行。啊，是吗？那莫总，请问你要问些什么？我是不是你的理想型？既然制作人对我这个演员这么没有信念感，那说明我确实不适合这个角色，我不去了。啊，不，您当然是了。抱歉，我正要去开会，去不了。喂，喂，我林子，怎么样，秦小姐，莫总答应了吗？夏梦，你继续盯现场，董宝，哎，继续找人。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完成拍摄。拍不了。徐总监，拍不了。导演，姐，你看能让导演稍微降低点标准吗？先跟导演好好说说。拍不了了，我都说了，拍不了。导演，咱帮忙，没天光了。没天光也没有演员呀，我要的演员在哪里？你再看看吧，导演。姐，导演，我们找了最好的造型团队，你看看能不能从灯光、摄影还有造型上有一些改变。OK， 你去找别的导演好了，我做不到。这啊，导。哎，等会儿，来，服装上去，把那领子弄好。导演，让他来。没问题。情急救场，谢谢莫总。徐总监。我这人锱铢必较，按秒计费。那正好，我从来不欠人情。差不多吧，可以，辛苦了。OK， 辛苦，来，大家辛苦了，收工。辛苦了，你们休息一下。好，好，来，我们看看照片吧。莫总，辛苦了。徐总监对我今天的表现还算满意吗？当然，非常满意。那该怎么感谢我呢？我不喜欢。那请莫总吃大餐。好吧。徐总监，你说请我吃大餐就是这个？这怎么不是大餐啊？
这是我的秘密基地，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。你尝试这个？嗯。小的时候，我爸妈特别忙，没时间给我跟弟弟做饭。那个时候我俩也穷，所以呢，就只能买三串烤串，然后夹在饼里吃，特别好吃。我知道了，童年美食。你可别瞧不起这里啊，这里是有名的能量补给站。每当我特别忙、特别累、特别精疲力尽的时候，看看周围还有这么多人，都跟我一样，工作到半夜，努力加班，我就一下来了精神，就像打了鸡血一样，还能再熬一个大夜。要是员工都像你一样，翟总赚翻了。拿人钱财，替人赚钱，莫总不是吗？我是替人花钱。喂，翟总。晴晴啊，遇见理想型宣传片的投放方案现在落实的怎么样了？嗯，线上投放已经确认了，但是线下投放还要再确认一下。线下投放这么重要的板块，你把它放到最后？今天晚上务必把方案确认好，发给我审核。好，您放心。我现在就确认。好，我觉得你特别危险。怎么说？心思缜密，滴水不漏。我跟你不是一个量级的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希望我的生活不要再有那么多意外。所以徐总监是在怪我这个意外了？当然不是，已经翻篇了不是吗？可是生活不就是由无数个意外组成的吗？这一点徐总监应该比我更清楚。我帮你调杯酒吧。想喝什么？气泡水。你不会是想戒酒吧？没有，最近碰上一个有趣的人，想着换换口味。你有情况？想多了。你说你现在都要结婚了，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儿呢？师傅，悠悠，啊，来坐。过来吧，来来来，云溪啊，是我喊来的，我呢就想让你们俩好好谈一谈，把误会都解开了，这个矛盾自然也就没了，到时候该结婚结婚。爸，没有什么误会，就是明明白白的分手了。谈了十年，说分手就分手，那也比结婚再离婚强吧？你什么态度？啊，师傅，您别生气，悠悠可能不是这个意思。您为我们好，悠悠心里都明白。你看看云溪，啊，这么懂事，你还不知足？只看条件，不管是不是我想要的，就要知足吗？那看来我这辈子都学不会知足了。大学选专业，你就不听劝；毕业找工作，你也不听劝。难道你不长记性吗？你看看你现在在一个小破公司。天天都做些什么有的没的，你再看看你李叔叔家的李云，人家现在是清大的教授，孩子都三岁了，你说我怎么就教出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呢？爸，
只要我不听您的，就叫不争气是吗？从小到大，您就让我跟李云比，然后呢？他喜欢钢琴，我就不能喜欢画画；他能做第一，我就不能做第二。大学选专业，毕业找工作，我都是故意的，因为我不想跟别人比。您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您一门心思的想让我嫁给您的宝贝学生，不就是因为你想在女婿这里扳回一城吗？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师父，您消消气，当心身体。悠悠，你先坐下，有事慢慢说。爸，我都说对了，是吗？我跟范云熙不能结婚。对不起，在选择结婚对象这件事上，让您失望了。师父，您别生气，悠悠说的都是气话，父女俩哪有隔夜仇呢？您放心，我会去劝劝她。云熙啊，我今天叫你来本来没想到事情会演变到这个地步，是我对不住你啊。师父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不管能不能当您的女婿，我都永远是您的学生。您放心，我和悠悠的事儿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大学选专业，你就不听劝；毕业找工作，你也不听劝。难道你不长记性吗？你说我怎么就教出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呢？私事啊，擦擦吧。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跟我走。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的秘密基地。到了。小时候我有什么不开心的事，就会对着他说。徐总监要是不觉得幼稚的话，也可以试试。18岁的许清幽吗？我是10年后的你。从小到大，大家都夸你乖巧、听话、懂事，但只有我知道，那是你最讨厌的形容词。所以大学选专业，后来工作、婚姻，你都想要自己做选择，因为你不希望你的人生一直被别人安排。其实我觉得想要自己好好生活挺难的，要被人左右，还希望大家都能理解你。
对不起，我其实想跟你说点开心的事。但很抱歉，最近实在没有。徐总监，以后有什么事不要再硬扛了。其实我今天来，有件事想和你说。在学校的时候，我为了陪你看日出，错过了一次特别重要的面试。你当时特别内疚，就特意写了这个。我承诺，非因不可抗力因素，不能单方面解除。虽然当时我们是闹着玩写的，但是咱们都特别开心。以为有了这个，就有了幸福的保障。现在看来，挺幼稚的。我知道我很自私。我只顾着自己前进，忽略了很多，所以现在这样我也得到了教训，可惜晚了。悠悠，我像从前一样爱你。最爱吃的桂花糕，最后一次给你买了。你还记得？关于你的，我都记得。我去一下洗手间。悠悠，我像从前一样爱你，但我不忍心再逼你了，我接受分手。Thank you.
恭喜你获得免死金牌一枚。如果以后你要是惹我生气呢，这个是你的豁免权。我都说了我没必要钱，我肯定用不到。那也要表达我的态度跟诚意，干，快点啊！收好了，收好了。方琪，两杯咖啡。好了，居然就这么和好了。其实也不算。那算什么呀？只是想再尝试一次。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。可那毕竟是我的十年。十年怎么了？十年你养条狗都会难过，你就为了这十年把你后半辈子全搭上？就只是尝试吗？或许也走不到那一步呢。您的咖啡，咖啡自己拿。我曾经答应过他，如果他犯错的话，给一次原谅他的机会。年轻时候说的玩笑话有必要当真吗？或许别人觉得是玩笑话，但我当时真的是认真的。许清幽，你迟早会被你这个性格给拖累死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在一起十年，曾经真的很相爱。所以呢？我们距离大家认为的修成正果只差了一步。摔在这里，他会后悔，我会痛。你这就是典型的不见棺材不落泪，知道吗？无论结果如何，尝试了这一次，谁都不会有遗憾。你也别怪我乌鸦嘴，这种事就不会有好结果，无非是死刑变死缓。也许吧，但我想了很久。我们曾经那么郑重其事的开始，我不想这么慌忙草率的结束。或许是为我，也算为这段感情有一个交代吧。许清幽，你说话就说话，你煽什么情啊你？好了，知道你关心我。莫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徐总监好像不想见到我似的？莫总想多了，没什么想和不想。悠悠，那就好。你怎么来了？也没提前告诉我。我开会路过，给你带了些点心，当下午茶。哦，对了，这是上阁的莫总。莫总，久仰大名，范云熙。哦，范律，久仰久仰。范律来这里是？哦，忘了介绍了，许清幽，我的未婚妻。嗯，原来如此，这么巧啊。我一会儿还要开会，那你先回去吧。那好，下班了我来接你。路上小心。那我先走了。看来徐总监对生活意外的接受度还蛮高的嘛。生活本来就是由无数个意外组成的，这不是莫总跟我说的吗？那恭喜徐总监，终于得到自己想要的，一个没有意外打扰的生活。
谢谢莫总，我的事情就不劳您费心了。你在想你那个琴架子啊？谁啊谁啊？哦，默默，你又找新欢了？哎，真假？哎，赌一把。上次我赌输了萨姐跟那个老外啊，我要赢回来。赌就赌，但是我得先瞅一眼再下注，看看究竟是何方神圣啊？是吧，萨姐？就那个女白领呗。哦。啊，来，女白领是吧？记下来，记下来，女白领是吧？嗯。假赵九，姐，她叫什么名字啊？许清佑。许清幽，对吧？哎。啊，上心了！哇，这个项目实在是太妙了！我喜欢这张，就是为莫总而疯的这项目。清幽姐，哇，看什么呢？我们的广告今天晚上就可以投放了。嗯。哎，清幽，今天晚上第一轮投放，辛苦你了。嗯，您放心吧。嗯，好。您慢走。嗯、拜拜，翟总。对面那栋楼怎么停电了？听说徐总监在那儿检查广告投放呢。打个电话问问。好的。喂，云溪。下班了吗？还没呢。你怎么了？你在哪儿？我在公司对面的观景平台。我来检查公司广告投放，没想到这突然停电了。喂，谢谢啊。脚怎么了？刚才扭了一下，没什么事儿。哎，我真没事儿。别动。
没什么大碍，晚上回去拿冰块敷一下，第二天就好了。好，知道了。我正在做 PPT， 怎么突然停电了？实在不好意思，两位，我们现在正在修电路，马上就会好了。快点啊！好，赶紧打电话叫我进来。你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突然停电了，电梯也用不了了。那观景台在几层？20层。谢了。没事。快快快，赶紧催催。喂，你好。莫总，就到这儿吧。总之，今天谢谢你。就没有什么别的要说的了吗？走吧。云溪。悠悠，你没事吧？我听说停电了，就马上赶过来，结果你电话一直打不通。电话没电了，现在没事了。莫总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莫总来检查广告投放。莫总也真够拼的，停电了还过来检查工作。难怪在上格混得这么风生水起啊。没办法，对项目负责到底是我的一贯作风。我家悠悠怕黑，幸好有你在，谢了。好说，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我送你回家吧。走吧。莫总好像帮了你不少忙，我知道你们是工作关系，但悠悠，我得坦诚，我并不喜欢你跟他走得太近。嗯，我知道了，我自有分寸。悠悠，我有个文件好像掉你那儿了，着急用，你帮我送过来好吗？哦，好。那辛苦了，这么远跑一趟。没关系。还没吃饭吧？一块吃个饭。我就不吃了，公司还有事呢。我都安排好了，走吧。罗总，莫总。罗总，莫总。范律啊，那 DDS 项目补充协议的事儿，我可就全权拜托你了。罗总您放心，交给我的事一定给您办好了。嗯，今年啊，好项目难找，募资也难，还好我挖到了林泽，他虽然年轻，可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莫总的厉害我早有耳闻，3年帮金阳拿下15个王牌项目，真是了不起。过奖，范律才是行业翘楚。哎，范律啊，最让人羡慕的是他身边有徐总监这么个优秀的未婚妻啊。碰见悠悠的确是我的幸运。
来。小莫啊，你呢也老大不小的了，我看啊也该找个人稳定下来了。高总，我这个人对别人来说可能是个麻烦。哦，不知道莫总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？不爱吃芥末的。徐总监也不爱吃芥末吗？没有啊。来，喝我的。莫总选择女朋友的标准还挺别致啊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干杯。来。这么多年了，连你不吃芥末也不知道。你喝多了。徐总监逢场作戏的能力真的是强。莫总自作多情的能力也不差。有意思吗？你未婚夫处心积虑组织的饭局有意思吗？你想多了。想没想到你不清楚吗？自欺欺人有劲吗？放手。你不会真的以为破镜能重圆吧？这是我自己的事。抱歉，范云熙向我宣誓主权，这就不光是你的事。徐晴悠，这么勉强自己有劲吗？你到底在胡说什么？悠悠，悠悠，你进去，别被误会。你干什么？你疯了？也许吧，可能我是真的疯了。本来我可以冷眼旁观的，但我现在不想了。你继续做一个旁观者不好吗？他如果真的信任你的话，你根本不用这么躲躲藏藏，不觉得很可笑吗？悠悠，悠悠，你非要这么逼我吗？韩总，好的。到此为止吧。
你不会真的以为破茧能重圆吧？范云熙向我宣誓主权，这就不光是你的事。雪晴，勉强自己有必要吗？怎么了？我看你从餐厅出来就一路愣神。没什么，就是有点累了。怎么了？你的口红有点花了。刚才莫总也去了卫生间，你看到他没有？没看见。莫总接管乐蜜之后，我看你比以前更忙了。莫总这个年纪就做到了上格的 MD， 势必是有点手段的。但做事先做人，莫总这个人说好听点叫深不可测，说的不好听了你不用专门来接我的，早高峰的时候坐地铁更省时间。我只要不忙可以天天来。哦对了，给你买了咖啡和面包。谢谢啊。你最喜欢的卡布奇诺和牛角包。这么多年了，连你不吃芥末也不知道。徐总监逢场作戏的能力真的是强。怎么了？不喜欢？喜欢，只不过很早就不喝卡布奇诺了。哦对了，周六我已经安排好咱俩的活动了，上午去参加公司合伙人的婚礼，下午去我家看我妈，晚上去逛商场，再给师父和师母挑点礼物。我最近在忙着下个阶段签约主播的事情，周五会加班到很晚，周六本来想好好休息一天的。不重要的事就推掉吧，不用担心业绩。工作压力太大的话，不妨再考虑考虑辞职回家做范太太的事。我们不是说过吗？结婚不着急。我们迟早是要结婚的。这报告不行，还是得重做。OK。下周二之前，我要一份新的财务报告。莫总，早。徐总监早啊，范律师今天又送你过来了，好体贴啊。这么堵范律师还天天送你过来，我们是不是很快要吃你们两个的喜糖了？也喂，哎李总，哦行，你到门口了是吧？行行，那我过去接你啊。好好，没问题。恭喜徐总监。谢谢莫总。今晚我们好好谈谈吧。
你好，请问现在点单吗？不用了，我约了朋友，一会儿一起点。好。我到了，你想吃什么？抱歉，悠悠，我晚上临时约了个客户，现在走不开。喂，悠悠，我这边有事，现在还走不开。你到底是真的吗？还是根本不想跟我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认识多久了？你觉得我还不够了解你吗？你从来不会见临时约的客户。因为你永远生活在你的计划表里。怎么可能会因为临时的变故而打乱你的节奏呢？那你想聊什么？范云熙，我抱着最大的期待，说服自己跟你再尝试一次。但为什么在这段感情里，你越来越忽视我的感受呢？是不是跟你结婚，是你计划表里不能出差错的一环，无论如何都要执行？悠悠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爱你，我想你早点成为我的妻子。是吗？如果是真的的话，你应该尊重我的感受。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这边真的有事，我们改天再好好聊聊好吗？请悠啊，嗯，遇见理想型这个活动反响怎么样？反响特别好，您看。我们单日的搜索量已经增长了30至50万次不等了。嘿，做得不错。嗯，不过我们现在签约的主播都不是大众型的主播，如果想要有持续性的话，就出车祸了。谁呀？好像是莫总，上格的人都去了。上格怎么了？翟总，上格的莫总和罗总，他们刚刚在回来的路上出车祸了。啊，严重吗？还不知道。翟总，我请假。怎么回事啊？您看，各大新闻都发布了。本报讯：近日傍晚5时许，滨盛高速发生连环追尾事故，一辆正在行驶的轿车突然追尾前方车辆，导致车辆侧翻。该车辆车主由于疲劳驾驶，从而导致了这一系列事故。目前，事故现场正在进行清理，该事件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。你好，现在这边不可以进去。我家属在里面。我在市郊，我们的车出了事故。严重吗？车报废了。罗总受了伤，刚送上救护车。你刚刚怎么不接我电话？刚手机没电了，一时开不了机。啊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挂了。你在哪儿？我在加班路上。我还有事，先不说了。你好，他向我说明，而我一直都深信，要如何
谢他了，好吗？等我一下，这点你怎么来了？快进来！呀，你这，你这浑身上下怎么都湿透了？怎么回事啊？赶紧上去换去。我去找莫灵泽了。真假的？恭喜徐总监勇于面对自己的感情。确实有点太冲动了。莫灵泽是个琢磨不透的人，他不该是我的选择，我很清楚。那范律呢？毕竟是十年的感情，我想再找他聊聊。出轨只是导火索，你应该很清楚，你们两个的感情早就有裂缝了。两个人都努力地维系着表面上的和谐，其实早就各自心猿意马，有意思吗？行了，不聊这个了，吃点甜的，开心点。这么苦，你确定甜？有苦才能感受到甜。你知道世界上有渣男，才能知道世界上的美好有千千万。比如说，你把时间花在脸上，让自己开心；你把时间花在工作上，升职加薪更开心；你把时间花在我身上，那就是开心中的开心。现在由方女士为您阅读一本《百年孤独》。看几年了还没看完，还孤独呢？孤独三年了。知道它是什么原理吗？什么原理啊？每根摆都有自己的运动轨迹，每个摆也会影响其他摆的运动，因而使整个运动都混沌无序，无法预测。一边是你，另一边就是那个女白领。想要维系平衡，最好的方式就是阻断联系。阻断联系？你敢说你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？我会尊重界限，
让自己回到原本的轨迹，然后再等他主动靠过来。你今晚说的话有点深奥，听不懂。谢谢。你到了方琪家，也应该告诉我一声。以后不要失联超过两小时好吗？我都觉得快要报警了。我就算不跟你说，你也知道我在哪儿不是吗？于西，我想要跟你谈一谈，如果你有时间也愿意的话。干嘛这么严肃啊？那你想谈什么？谈谈我们之间的问题。我想了很久，我们是时候应该重新认识一下彼此了。好，今天下班我来接你。嗯。想吃点什么？我不饿。那给你来份松露牛排吧。我吃不惯松露的味道，跟你说了很多次，你还是不记得。我的错。那像以前一样，我答应你一个要求，给你赔不是。不用了，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回到从前的。你最近怎么了？是不是因为工作压力大，还是说因为之前结婚的事情？我都说了，那是我妈。你处理过这么多棘手的问题，你应该清楚，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那你说说，我们有什么问题？还要继续跟我装傻吗？好，我实话实说，我选择原谅，选择去接纳。我以为我们可以破镜重圆，但现在我们面临着更大的问题。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。这就是问题。你觉得所有事情都合理，一切都随你心意，所以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，我根本就不重要。那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十年了，对彼此都非常了解，我给你安排的都是最合你心意的，以前不都是这样吗？我们明明在一起十年，到现在我才发现我根本不了解你。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突然所有的都不对了？不是突然，是我真的憋了很久很久了。是不是因为莫林泽？跟其他人没有关系。我知道你上次跟莫林泽待了一夜，别告诉我什么都没发生。你怀疑我？你不用紧张，我想说的是，我会包容你的，我也犯过错。这样我们就扯平了，以前的事一笔勾销不好吗？那一夜如果我真的跟莫林泽有什么的话，也可以互相扯平，对吗？那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放下心结，顺利结婚，开始新的生活。所以只要能结婚，你根本不在乎我跟别的男人发生过什么。我也不要在乎你跟别的女人发生过什么，对吗？我是说我们彼此可以原谅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一时的冲动我完全能理解。你到底把我当什么？你的合伙人？或许我们可以叫婚姻合伙人。这怎么能相提并论？我选择和好，是因为我放不下我们十年的感情。但没想到，在你心里，这份感情已经不重要了。明明没有爱情了，为什么还要选择继续在一起呢？你应该早点告诉我，这样我们也不用耽误彼此的时间。悠悠，别任性了。我如果真的不重视我们的感情，我怎么会想和你结婚？你已经30岁了，我们在一起十年了，你也知道，
离开我，你不会有更好的选择。是啊，十年，十年等来的结果，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。我想我们已经等得够久了，没有必要再继续了。辛苦了，我宣布这个周末全体员工满安山庄两日游团建。太好了，谢谢总。赶紧赶紧工作工作，干活干活干活。林悠，你去把莫总请过来一起，毕竟他力挺我们，应该感谢的。好，没问题。莫总，您好，喝点什么？抹茶拿铁，谢谢。好的。徐总监主动约我，什么事？莫总，从您接手了乐蜜的投资管理，一直都尽心尽力的帮我们，翟总很感激您。乐蜜的每一次成功都会算在我的业绩里面，所以不用客气，分内事。徐总监今天约我，为了什么事？啊，公司要组织团建，翟总问我能不能邀请您去。是翟总的意思吗？是，帮我回谢翟总，我很忙，团建没时间。好，我肯定会圆滑转达的，耽误你时间了呗。喂，梦梦。喂，秦佑姐，听说今晚有流星雨，要不要跟我去踩点？我就不去了，行李还没收拾呢，晚上烧烤见。好，拜拜。嗯，好。太性感了吧，我可不穿。裙子不错，但我怂，没勇去穿出去，只敢自我欣赏。自我欣赏有什么用？这可是战裙，
祝我们成为战将，见一个灭一个。啊，莫总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你不是说你没兴趣吗？我来考察业务啊。是吗？我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曼安集团接受外部投资啊。嗯，一定要把你的好身材展示出来，在团建上艳压群芳。徐总监要把好身材展示给谁看啊？莫总，这是我的个人私事，应该不用向莫总汇报吧？小虎将军，快快快！干嘛？这有什么急啊？哎呀，不要看这些，你这也能说自己打得好？不好吗？哎，你干嘛？刚才紧张什么？有什么可紧张的？我只是不想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干嘛？你还没说清楚呢。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只是想要去捡东西，别的事情我没兴趣。东西丢了我赔你。徐总监这么喜欢广撒网，我不会也是受害者其中之一吧？刚刚方琦给我发的只是玩笑话。嗯。啊，把那牌子递我一下。好，给。来，谢谢啊。那是烧烤的。哎，你们要吃啥？啊，我不喝。哎，你们要吃啥给我说啊。我吃鸡翅。还有鱼冻。好的，好的。徐总监还真是事事都为别人着想，连自己的事都忘了。这不是你期待的吗？真觉得自己很了解我。小美，我吃香肠，还有这火腿。来。一起去合个照吧。好，走走走走，好，拍照拍照，拍照我拍照啊！走走走，快走快走，好，来了来了，别吵，来来来，徐总监，你们也来拍照啊？你站站站，你站站，厨房杀手，离了外卖估计都活不了了吧？跟我走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能处理。我喊一二三，我们一起喊茄子。好。凉水冲至少15分钟以上才能有效止痛，避免红肿。好，知道了，你快回去吧，他们等你呢。好，今天咱们就进行咱们的剧本杀环节。今天咱们玩的是一个古装本《桃花夜宴》啊，但是虽然是一个古装本，今天就不换衣服了，请大家各自看一下自己的角色，还有自己的故事线。既然真凶咱们已经知道了，下面咱们就进行案发现场还原阶段。还原？就从倒地之前开始演吧。那岂不是要亲一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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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。你说回邮件是吧？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现在就去回，我还有事我先回去了啊，走了啊。啊，马上马上，那个3分钟之内好吗？好嘞。哎，好。
许晴有点紧张什么呀？不是有邮件要处理吗？怎么了？耽误你玩游戏了？你觉得我很想玩？猜不透，也不想猜。那我就直接告诉你，我喜欢一个人，并且他也知道。而且我也清楚，他也明明很在意我。他会难过，会生气，会吃醋，会担心。如果这不算喜欢，那什么才算？流星雨就要来了，我可不是什么十几岁的小女孩了，还会对着流星许愿望？专属于你的星星，可不是哄小女孩的。我可没说同意啊。许晴，你还要躲吗？不躲了，躲不掉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莫冷面就是一个苛刻到变态的虐人狂魔，就是个大火坑，每天让我和王吉熬夜尽尿，我头都快秃了。还好你没跳进去。这不是挺严谨的吗？符合他的一贯作风。你吃错药了，你替他说话。啊，对了，你上次推荐我的那个植物园餐厅有照片吗？你自己去官网上看看，那餐厅氛围确实不错，除了有植物景观之外，还有舞池乐队，特别多人去那儿求婚。乐队？你哟，这什么呀，还想瞒着我呢？从实招来吧。什么情况啊？跟你实话实说吧。嗯，我已经跳进那个火坑了。你和莫冷面？哎呀，你小点声，能不能小点声？松手了啊！许晴晴，你也太过分了，这么大的事居然敢瞒着我。我其实也不是想瞒着你，只是我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跟你分享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到什么阶段了？有没有全雷打？全都跟我说清楚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说，
徐总监。徐总监，嗯，翟总。好。哇哦，齐如姐，你今天很美嘛？太漂亮了，美女，你是演员吧？嘴这么甜啊？演员，我能和你合个影吗？来啊！不行，我不配，你太神游了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齐如姐，你没有发现莫总今天看你的眼神跟平时好像不太一样啊？哪不一样？真的，你们没有发现吗？你看啊，他今天看你的眼神，除了一丝冷峻，还有那么一丝在意。在意？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啊，我觉得他八成对你有意思。几年的经验？可是我们也这么觉得呀。那，失陪一下。哎，你好，徐总监今天打扮得这么好看，原来是为了吸引我的目光。大家那么熟了，不用那么客气。莫总，现场的青年才俊可不止你一个哦。莫总，好，去忙吧。好，大家准备一下，马上零点了，大家一起倒计时。呜！哎，给我给我，大家赶快和附近的人拥抱啊！拥抱！耶！楼顶。看地平线连绵天边，看风拂过看。天的脸，看你的身影，填满所有思念，悄然浪漫了日月。这位仙女，能不能邀请你一起看星星呢？星星转眼即逝，但我现在要给你一份礼物，这个礼物可以留住时间，一定配得上莫总的邀请。收到了，我的呢？恐怕要让徐总监失望了。你公事繁忙，那我就限你24小时之内补给我。那如果24小时也来不及的话，可不可以把我这个人送给你啊？我考虑考虑吧，但是收到货我要是不满意怎么办？可不可以退货，或者是一辈子保修？那可不行，一经售出可概不退换。你这是强买强卖。那当然了。来。我母亲留给我唯一的东西，也是我最珍惜的东西，我把它送给你，你愿意接受它吗？我当然愿意。很漂亮。
日月。